决定到现在有几天，我们的关系却是越扯越远。当初说好距离并不是一切，是不是最后输给了时间？你偶然的来电，我已经不习惯，短信改好几遍，纠结我的字眼，好想用未来科技操纵时间的能力去改变这样的结局。可不可以让我穿越时空缝隙，能按下暂停键就可以去见你？平行的我们会不会也有默契，能在路口相遇？可不可以让我穿越时空缝隙，能越过世界忽然之间拥抱你？这样的出现到底算不算惊喜，还是只是对于你偶然的来电？我已经不习惯，短信改好几遍，纠结我的字眼，好想用未来科技操纵时间的能力去改变这样的结局。可不可以让我穿越时空缝隙，能按下暂停键就可以去见你？平行的我们会不会也有默契，能在路口相遇？可不可以让我穿越时空缝隙，能越过世界忽然之间拥抱你？这样的出现到底算不算惊喜，还是只是对于？可不可以让我穿越时空缝隙，能按下暂停键就可以去见你？平行的我们会不会也有默契，能在路口相遇？可不可以让我穿越时空缝隙，能越过世界忽然之间拥抱你？这样的出现到底算不算惊喜，还是只是对